阿姨，这白菜怎么卖啊？白菜5毛一斤，给我个袋子。这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？西红柿1元一斤。来两根萝卜。好，能手机支付吗？可以的。我手机呢？赶紧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你手机怎么在我这儿？小偷！我没偷你手机。你没拿我手机，我手机怎么能在你兜里？报警！告诉你，今天解释不清楚，你别想走。喂，110吗？我手机被偷了，抓了个现行，你们快过来吧。你好，我们是便衣，谁偷手机？就是他，跟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。走走走，不是我拿的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把我菜都摔了，赔钱。你这是妨碍执法。他把我菜都摔了，不赔钱怎么能走呢？把我菜全掀了，赔钱你走不了。那把钱赔给他。我不赔，你没说你们是警察，带证件了吗？啊，我们是便衣，出门忘带证件了。便衣出来不用带证件吗？你们是不是警察呀？那我来报警。行了行了，我手机也找着了，不报警了，走吧。阿姨，谢谢你啊，他们肯定是人贩子，我看也像。